my boy. The one who showed me if we're together. It don't matter if it rains. I will love you every day. As long as you're in my arms, boy. The one who showed me now and forever. No, you'll never be alone again. All day, oh yeah, all day. Please stay in my arms, boy. The one who showed me if we're together. It don't matter if it rains. All day, oh yeah, all day. As long as you're in my arms. 现在呢，我们在重庆和 Sandy。 你看 Sandy 的新发型是不是特别帅气？起码你还没打扮，回到两年前看了特别开心。回到我跟 Vicky 刚见面的时候，我们当初认识的时候，你就是。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吃火锅，来选餐厅，因为不知道去吃什么。我们住在这个解放碑这块，所以就去哪很方便。所以就想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好吃的火锅。来重庆的第一顿火锅，鸭肠还是腰片还是？你选吧，都差不多。这个女人点了鸳鸯锅。 到时候我会感谢你吗？会的，但他怎么一点就是给我们尊重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吃油碟，我是个麻酱 girl。麻酱 girl， 最好吃的就是麻碟。 火锅色号都要扣红，怎么办？朋友们，我觉得我不行了。我们现在坐这个二号线，然后会穿过那个那一段，所以看看。后车门打开前。 这儿的人全部都是来照那个地铁穿楼的。现在呢是晚上6:06，我们刚才一直在白象山那边照相。 然后最后请了个摄影师，就是帮我们照，然后我们照了差不多快俩小时。啊，然后我们刚爬了电梯上来，我觉得我真不行了。我们现在准备去金色印象，就是一个很火的泡脚的地方，准备按摩，准备去排号，然后去八一街逛逛。你有跟他们讲我们刚拍照拍的多 successful 吗？我看一看我的汗。我也是。啊，对。 腰花我爱谁真的差点吐。腥味道，巨大的腥味。吃不出来啥脑花味。香香弄弄很好吃。这里面有折耳根。折耳根是苦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金色印象里面，换上了非常舒服的衣服，然后准备享受。 生活，然后呢，它这块还是包括食物啥的，所以先吃，然后再按摩，然后谈谈人生，谈谈理想，看看电视剧。Yes， 这是我们点的，还有盖浇饭还没上，零元购哦，欧免费的。<笑>再几秒，59，看到了，幸好没有停哦。
灯灭的时候就是这样。为了记录一下，没看我这个。为了记录上刚才的亮灯和灭灯，我们就是狂奔从顶，然后狂奔下。你应该从头开始讲，我们是10:30做完按摩，人家跟我们说10:30关灯，然后我们不信邪打了个车，然后结果那个滴滴司机还晚了10分钟，然后我们到这就差不多10:45了，然后我们从12楼坐电梯下1楼，发现我们还在景区里，然后还走错路，然后我们一路问路，出了街，出了景区，要到街对面，然后发现它封路了，到不了街对面，然后我们又跑天桥，然后跑了天桥到这，然后刚好10:58，我们就每人1分钟拍照，还拍了 B 站，还录了视频，最后看了关灯 ，Amazing， 给手给手，大家早上好，这个怎么调高一点？你就举高一点啊！对，欢迎来到我们第二天的 vlog。我们现在要去满足 Vicky 在唯一一个愿望。嗯，好吧，是唯一一个愿望吗？在重庆的唯一一个愿望就是喝茶颜悦色，即使迟到，即使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带他去喝茶颜悦色。走吧，耶！我们现在去茶颜悦色，然后门口没有几个人排队，就是耶。我们已经喝到了我们的茶颜悦色，的确不错，但是排了差不多40分钟吧，排加上等。还是去长沙喝吧，长沙不排队。你知道我在重庆学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重庆叫雾都呢？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每天都阴阴的。真的吗？哇！谢谢杨老师的科普。以前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叫说类似雾都呢。是那大学生清澈且又愚蠢的眼神了。我现在准备去哪？哦，我们现在已经到成都了。我们要去老妈蹄花，因为某些人的小胃受不了了。我们去吃春熙路的王婆婆老妈蹄花，我还想点个脑花吃。我们现在在这个老妈猪蹄排队。40，请您用餐了。老妈，因为这位想吃。给他小肚肚受不了了，请您用餐了。大家猜猜他是哪里的人？请您用餐了。啊，不知道，我是哪里的？请您用餐了。这是我们点的招牌蹄花汤，它的干锅肥肠，还有一碗米饭。哎，就是我的。少食多餐。我们现在在这个鹤鸣茶楼准备喝点茶，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位置，在这个湖边。这个就是我们的 view， 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这是我们点的甜水面，然后六宫格，这都是六宫格里头的，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东西，我们以为只有这个呢。
猜这个师傅倒茶是无人机都用上了，太厉害了。这是糖油果。哎，糖油果，这么一个叫糖油粑粑，糖油果呢？你尝一尝，就是糯米的炸的丸子。嗯，我们刚才逛完宽窄巷子，里面还挺好逛的。然后这位又喊渴，又喊累，又喊热。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哪有那么夸张？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比我还事儿的人。我哪有那么夸张？比我还弱的人呢？我哪有那么夸张？他造谣，造谣是需要证据的。证据就是你现在的 face， 我就是不说话，不代表我累，臭脸，不代我没有，你不要造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茂椒红茶来吃，然后呢，在来的路上我还买了一杯霸王茶，买了个国牙。好，谢谢。串串串串串串。在成都最后一天了，然后我们特别伤心，因为我发现成都是成为我的最喜欢的城市变成了，因为我觉得你再把刚刚地方说一遍怎么了呢，有点太卡顿了。还没吃饭呢，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叶婆婆钵钵鸡来吃两个。我们吃完那家钵钵鸡，但我觉得很一般，我不是很喜欢吃钵钵鸡，我发现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但是太凉了，不适合当早上第一顿。然后我们现在去那个太古里面的这个醒食，因为三弟他想喝咖啡，但这家是做苦笑的，好笑。然后呢，我想把我刚才的话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呢，我现在就是。成都变成了我最喜欢的城市，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事，不是这里面，我觉得这个城市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然后呢就是生活会很丰富，如果来这儿旅游的话，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如果你想说啊，我想去旅游但是不知道去哪儿，成都就是你的必去的地方。你切的好暴力呀！我们买的不是那个薄薄的。它有吗？它有，但它里面酱是黑的。是。尝一尝。上头摁一下。好吧，它挤不出来，没关系。但它是有馅儿的。哦。哇。我们经过了9981难，终于到了森弟想吃的这个，这是 ice cream 吗？应该是 whipped cream， bagel 中间加了 whipped cream。哇，我也切不动啊！怎么样？用手掰。尽力，扫，那手拍又很。